说实话，谁也不想淘汰，我也不想淘汰，不论谁走谁留，今天晚上的表演要对得起自己，我觉得就是最棒的。嗯，挑战的法则最佳组合提名的有，请看大屏幕。小虎队，我行我秀得冠军那一场，他就是个开场。现在我们有请来的尖叫声，是个太想上场门口演出了，对不对？我演过这样的。把你的心，我的心，穿一穿。呀呀，变装。现在的朋友，给我换灯块。这玩意跳过来了。的大气像薄雾飘荡，美丽的少女走过身旁，新鲜的空气露出晶莹，像一道引导闪亮的眼睛。明亮的眼睛，笑容灿烂，糖果的滋味。用欢喜让我有种番茄不朽的酸味。这什么声音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，哎，大哥，等一下，不是，我还在表演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又叫我的王，我的 really want， 还没我成王，我只是 really want， 爱见我的王，我的 really want， 所以证明我成王，我就是 really want， I wann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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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挑战的法则 TZ Boys and Girl， 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现场的朋友和我的好兄弟好姐妹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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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挑战的法则，我们六个人其实是个组合，一个不小心就在挑战的法则，我们留在一起才会更加 happy， 他们都觉得我们是 We are family。 我喜欢韦伯哥的小，大老师的闹，哪个是我呀？还有鱼角同的高，你哪儿呢？不是那个边上那个吧，我有点儿那个是吧。我们就是最强组合，现场三百位观众你们是个组合，五十位评鉴团你们是个组合，都是组合，何必为难组合。我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大漠永不落，最强天团是我们，因为我们有一种精神。 Who's the king? We are the king。 接下来现场朋友跟我一起说，大张伟，大张伟，潘玮柏，纪薇，乔杉，于小彤，刘伟，挑战的法则。 Hey, we are the king。 啦啦啦啦啦，静静摇摆，清晨的大气像薄雾飘荡，每个少女走过身旁。 You really really want。
谢谢刘威，谢谢。哇哇哇哇哇，这是干嘛？啊，好累啊。怎么样感觉？其实我说实话，我觉得大幕永不落这件事情也不是特别的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，就是他们到底是喜欢这个表演还是不喜欢这个表演。谢谢。主要是内心，其实你表演一个表演还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。那怎么办？你要不要问一下现场的50位的评鉴团成员之一，你说一下，来评价一下怎么样？非常好。之后最后的一个环节，本来是5个人 PK 嘛，之后他把刘伟把所有的选手放在了一起，我觉得就是很难得能够看到他们5个人一起来比赛。谢谢。因为今天大幕永不落嘛，如果要按的话你按不按？我不会按。好，谢谢。30秒投票倒计时通道开启。拜托大家不要让我离开这个舞台，这才是第4期，我很多东西没有展示，希望大家把我留下来。谢谢大家，整完美就把我留下来，谢谢你。谢谢各位，投票倒计时通道关闭。来，谢谢刘伟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现在要评价一下你的节目，愿不愿意听？其实我的节目哪儿不好，我自己知道。你这就叫妄自菲薄。小童先来评价。完美，模特都上了。好，大老师。刘伟前面换装这个事情，你是上边一直换对吧？我裤子也换了一次，但是就换了一次。裤子是线撕破的是吗？没有，太卖力气了。但是你那个西服怎么能做到，就是把它那个接口都接得很完整，然后呢又是个西服的样子可以撕开呢？因为你出来看着很瘦。对，身材好啊。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你聊他干嘛？身材我羡慕好不好？乔山、啊、评价。我觉得刘维刚才那个唱到最后那块儿我特感动。谢谢乔山哥。好，韦博评价刘维。我觉得刘维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唱跳歌手，哇，非常非常好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的。我说真的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，非常厉害。好，我跟你说心里话，刘维我认识很长时间，刘维对自个儿的自信啊一直存在怀疑，他老是觉得做完这个事儿我做的好不好啊怎么样？因为观众掌声就是唯一对自己的检验标准，他们喜欢你，你就怎么都是对的，你就相信你自己。好了，各位。